Morning， 一看我开始敷这个消肿的冰美式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去拍照啦！真好阳光啊！哎呀呀呀呀呀呀，怼脸啦！跳舞了。这一期的这个 top one 的这个紫金色毛衣真的巨显白，而且这一款衣服现在是销售销量的第一，这个紫金色湖人队就是卖的超级超级好。你刚刚跳的几个动作很可爱，笑疯了。下面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傻子跳舞。哈哈，嗯，收工收工收工，去超市买点爱吃的零食。是吗？嗯。我跟你说，这个饼干超级好吃，就我每次去，你还记得我去星光的时候，然后买那个 La Perry， 他们家都会送这个，有一小盘子，我都会把它拿光。嗯，已经开始出这种 Halloween 主题的这种小蛋糕了，真可爱。这个大怪玩意儿太吓人了！哎，你们万圣节有没有想好要cos什么东西啊？我今天万圣节可能想要 cos 一个猫女。买完零食我们就回家吃饭。一回家就看到我哥哥已经来我家要给我做饭了。他不是我的亲哥，我从小到大也不会认任何哥哥，除非是我爸妈朋友的小孩，所以我这个哥哥其实他的爸妈跟我的爸妈就是发小。他本来是一个金融男，做金融的，但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美食家。这个是他做的亲手做的蝴蝶酥哦，这个呢是他做的我觉得最棒最棒没有之一我吃过最好吃的奶油培根面。我这个哥哥除了只有奶油面他什么都会做，如果他开餐厅我一定是第一个捧场的人。是全世界最 creamy 然后料最足的 carbonara， 这个绝对是外面吃不到的，因为我们的主厨是很舍得放料的。嗯，有点烫，有点烫，一如既往的好，感恩，谢谢桃桃哥哥。那就以南瓜作为今天的收尾吧，因为公主都要坐南瓜车回去的。晚安，拜拜。